哇，厉害啦！你刚才还炫技的嘛？一起来爆料喂！爆料喂！对，这很显然是西瓜。你真的好笑，你真的很有才华，你真的很有才华。这是来炫技的。还给我做工具？附了一双筷子啊，这是筷子，这不是枪，不是不是要爆，这是什么？娃娃针，娃娃针，好，好有娃娃针。这一套题目是吹奏乐器，开始，开始，哇，厉害啦，厉害厉害，这个厉害，好，时间到，好，是一个手枪吧，你刚才还炫技的嘛？我根本不在乎我们的默契。你今天发下回，你今天发下回，发下回，发下回，发下回。啊，各位，各位，好，哎，迷你的啊，迷你喇叭。好，两位都笛子，好，吹两个样，两个样，所以他们等两个样。笛子用我吹水的。好，笛子，笛子，笛子。夏天，夏季。夏季，你想到夏天的水果，你就想到它，直接来。好，直接来，开始。二，好 ，OK， 好，各位，很显然是地瓜吧？那写上芒果，芒果，芒果，芒果。好，你那什么？西瓜，西瓜，西瓜。OK， 我是芒果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芒果。芒果。嗯，而且我有写字。有有，我有写。好，好，放着放着，芒果，芒果，西瓜。嗯，你这西，这很显然是西瓜。你真的好笑，你真的很有才华，你真的很有才华。这是来炫技的，你根本这一关根本就为你而设的。对呀。那个刚那个水里蛇窑董事长打电话给我，他说想要邀请坤达担任他们这里的记者。蛇窑大师，大演员，大演员。有跟你好，所以两个两个，等参会两个样，来西龟，西龟，我来。西瓜小酷酷吧，西瓜三角形哦，三角酷啊，有点点，好点点，好好 OK。西瓜，西瓜，摔呀摔呀，这个西瓜长这样，这西瓜长得像还蛮大的瓜，摔呀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摔呀。等一下啊，西瓜来，来来，我换了一个皮啊，我觉得他不会骗人吧？不会，他换了一个能骗人，那披萨吧？他是很牛逼，披萨，披萨，因为我是披萨，很明显是台湾，小玉，小玉西瓜，母亲的名叫台湾，好，二比二，恭喜黄队获胜，接下来这一个。难度就比较高了，我好吐，大家不准有任何互通气息的感觉。台湾夜市小吃，很期待。我也想听了，你在干嘛？还给我做工具，他还做餐具，炫技哦！还是能不能有付？好，你小天王这个称号，你一定不得要不要付他？刚刚蛇妖董事长已经跟我签约了，签约了。好，决战点呢？等这一关的输赢就藏在这里哦。黑队这边。好，超赛了 ，OK。哎，他难以移动，所以他也粘在这上面，所以我要去证明我是那个。所以，对啊，他有一个科，好不好？科才兼，亲爱的郭小静，大肠包小肠，是吗？对，这个哦，这个蛮棺材板吧？大肠包小肠，哦，大肠小营养三明治吧？大肠包小肠，阿珍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那个鹅啊，这鹅啊，这个是鹅啊，切这个啊，哦，煎，然后这边我切一个鹅，鹅啊煎，来来来来，陶土小天王，哦，有附了一双筷子啊，这是筷子，这不是枪，不是要爆，这是什么？
蚵仔煎，蚵仔煎，好，好有蚵仔煎，一二三，有三个一样哎，三分了，三分了，鸡蛋糕，鸡蛋糕，这是什么？蚵仔煎，蚵仔煎，那这个很像蚵仔煎，这个，还有颗蚵仔煎，哎，这应该是蚵仔煎吧？对呀，蚵仔煎，对呀，韩大哥，看看韩大哥，你那什么？香肠啊，香肠肠。好，憨大哥，这是什么？他不会骗人，他不会骗。蚵仔煎，真的是蚵仔煎哎！你再说一次，真的是蚵仔煎，蚵仔煎，蚵仔煎。啊，为什么它是长条形？蚵仔煎，这两个是什么？这两个骰子牛，骰子牛，怎么样？臭豆腐。没有，有时候在蚵仔，它叫环保。你现在蚵仔煎的做啥？蚵仔煎，你现在在干什么？不要，长条头。我觉得 OK， 你来 OK， 你看，要公道。来，外带吗？外带吗？外带，折起来。不要，蚵仔煎，蚵仔煎。好好，维持秩序，维持秩序。我跟你讲哦，因为这一点事关重大，对，就决战一点，所以我们给当事人有宣誓的一个时间，对不对？三十秒，说明他为什么是蚵仔煎，还有旁边这两坨到底。对对对对，让我们知道。好，计时开始。蚵仔煎呢？因为我基本上哈做的这次呢，是因为比较没有用盘子的哦，没有对，然后它的蚵仔呢就沾满在这个上面，对，然后这边呢直接是两个那个沾酱的盘子。你刚刚没有，它上面有点数，没有，它上面有点数，我看到，给我压你的脚，请你公平定夺，拜托，不要让我赢，他的就是香肠，不要让我赢，我求你不要让我赢。